民众开车到医院急诊室外头停车格停得满满满，拐个弯好不容易找到停车位，没想到这边车子格子太小了吧。眼睛揉一揉，真的没眼花，停车格看起来超迷你，这是哪门子的设计啊？高雄荣总附近新设立的停车格，不过 size 却超级小，一台正常的休旅车停进去有一半的车身在外面。高雄仁武霞海路上一整排超迷你停车格，汽机车都有，算一算加起来就快有20个，但不管怎么挤怎么塞，轮胎就是进不去。实际用皮尺量，停车格白线宽度只有64公分，大约是一般成人脚往前跨一步这么窄。嗯，这样不够了，那好像很小了，填不进去了，这填不进去啊，这确实那个轮子在外面啊，花包了，这有问题啊。为了疏解医院停车问题，周边设计200多个停车格，2月发包，4月完工。但短短一个多月，停车格惨遭杂草倾门踏户。正常停车格宽2公尺，异常停车格一半以上都是杂草，可见宽度只剩64公分。这要怎么停？究竟是真的画错，还是另有其他原因？这跟从化区的杂草，在这个一个半月里面，生长速度很快，它漫溢到停车格来。就是说造成视觉的部分会感觉到停车格比较窄小。交通局也派人到场丈量，宽度真的没画错，只是杂草太长太超过，才会造成这美丽的误会，会尽快派人清理杂草，还给市民友善停车空间。记者梁嘉文王。